是播错儿童节目啊，真是我谭玉英啊。最近在巴士上面呢，成日见到一个呢，哇，新面孔的旅游节目主持人，他还有一个名堂叫营游达人。听说根据他旅行呢，好玩好食好住。哈，终于被我找到他啦。Hi, Steve! 喂 ,Hello! 你好你好。啊，不过我想冇乜人知道英文名啊，个都叫做谭玉英姐姐啊。哎，乖乖乖，都是一句啫。首先多谢你带埋我今次一同上路啊。唔係，我多謝你今次成為我嘅嘉賓啦，同埋仲有一個啊，仲有瑩仔同我哋一齊去玩噶。哇，哈，瑩仔！今次我哋嚟到東北三省，你知唔知邊三省先？係黑龍江、吉林同埋遼寧省啊嘛。嗱，你一定要帶我入去沈陽故宮睇下滿洲人當年咧點樣起家，統治我哋中國二百幾年。嗱，其實咧，努爾哈赤咧一心咧都係想入主紫禁城。所以咧，都未必有心咧，系要維修呢一度嘅。嗱，雖然呢度好細嚇，都冇紫禁城十分一咁大，但系咧好多謎團咧喺度，仲要俾我哋一一可以去睇去解釋嘅。嗱，我除咗會帶你去啲必到嘅地方之外咧，我仲會帶你去中國嘅紅海添。咩啊？埃及先有紅海噶嘛？嗱，呢個中國紅海咧，比埃及紅海咧仲更加紅啊！如果我帶俾小朋友睇咧，佢哋一定會反問翻我：土係綠色噶嘛？點解紅色嘅啫？點解？係喎，嗱，你過呢邊睇下。嗱，你望啲前面咧，多啲草咧，都係原本綠色嘅喎。呢個紅海灘咧，曾經係救過好多人添。哇！我最愛大自然嘅啦。仲有冇動物可以接觸下添啊？北極狼、梅花鹿、丹頂鶴，仲有企鵝添，啱唔啱？咁犀利！我见同你拍旅游节目嘅 partner 一路都好多嘢食嘅，我都唔例外噶。有咩食啊？嗱，东北咧就好近俄罗斯嘅，我带你食正宗嘅俄罗斯餐，好唔好？好啊！有冇啲香港人比较少睇嘅景物，你介绍俾我，等我翻去可以介绍俾啲朋友。嗱，梗系有啦。我带嚟睇油田，再坐油机，俾你带埋樽原油翻嚟做纪念品，够细威噶。系啊，太空人登陆月球40年，但系对太空都一无所知，呢啲系科学家嘅事嘅啫。年轻人，中国咁大，好多事物等我哋发掘噶，我哋一齐嚟发掘一下年轻活力新中国啦 ！Cheers！